再来，我们要来介绍合数。什么是合数？合数是一个大于一的整数，而且合数不能是质数。那我们知道质数只能有两个因素，就是一和质数自己本身，所以我们有合数的这两个条件，我们可以推论出来合数至少有三个因素，当然可能比三个多，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但是它至少至少要有三个因素以上，这是合数的条件。